David 老师，作为专业的萌探，需要懂得一些加密的用语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初级关、中级关和高级关三关的加密词语，请你猜出这些词的真实含义。好，初级关第一个，栓 Q， 我真的是栓 Q 了，就是 Thank you 吗？第二个 ，BBQ 了，完了 ，BBQ 了。第三个，这太简单了 ，LIDS 嘛，永远的神嘛。恭喜你通过初级关，我们先来中级关，第一个，摆烂，就是摆烂躺平，我本人。第二个，脚趾抠地抠出一个别墅，形容尴尬，太简单了。第三个，闺蜜。闺蜜，闺蜜很美。闺蜜就是好闺蜜。对，今天好闺蜜是好闺蜜子。好闺蜜子。那我们也算通过中级关。哦哇。第三个，高级。45度人。45度。怎么样，好看？其实是介于躺平和起来努力之间的一种状态。好，那我们就算到终极关了。刚这就完了。那再来一点。最后一个。网络街溜子，就是跟逛街似的，但是在网络上逛。啊，在网上闲逛的呀。就没了。没有了。我考你一个。CPDD。啥意思 ？CPDD 情侣。组 CP 吗？滴滴一下。一梦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第二季，5月27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 ，VIP 抢先看。